好黑哦，感觉人生已经大大的高潮。我们家小宝贝还有几天啊？还有十来天的预产期，然后医生说会提前几天生。然后现在的话，我们准备了真正的衣服、小宝贝的衣服以及一些待产的东西，准备好，先装在车里面，随时准备好出发。你去医院里面，比我还激动。必须的啊，是不是？咱们家这个小宝贝马上就要出生了，马上就要准备迎接他，马上就要叫爸爸了，是吧？哎。伯母在干嘛？伯母干嘛？没有去哪里。没有去哪里。准备去医院，先准备好这些东西。红薯粉啊，不是红薯干啊。红薯干，晒红薯干嘞。我一回来就是搞这个搞那个。对哦，昨天才回来，在学校里面陪他的孙女陪读，好吃这个晒干之后。伯母是很勤劳的，你看刚刚从学校回来，今天就开始晒这个红薯干了。在我们农村里面的老人都闲不住啊，闲不住，闲不住，根本闲不下来。这个红薯 是自己家里面种的哦，绿色健康怀宝。哦，还有这么多啊。
发了。炒太深了。今年挖了那个筛，明年那个筛柴油就比较多，知道吧？嗯。